他是一个英雄，并不是说他一生中打败了多少人、杀了多少人，而是说他在江湖中拯救了多少人。 这20年间，江湖上能算作高手，也就只有双刀分南北，一剑定山川，关西枯荣手，蓬莱游散仙。这次有的强者，不在于文成，不在于武救，在于心。江湖都说，地煞是破除不了的噩梦。杀。 但我相信，再长的噩梦，也总有被晨曦撕碎的一天。一将功成万骨枯，不管谁是谁负，最后受苦的都是老百姓。你欠我的，我一定都会拿回来。一念为善，一念成魔。 若你孟武功再高，没有一颗忍者之心，天下无敌又有何用？是你的小命重要还是交代重要？交代重要。我今日才知道，英雄二子背负了何等使命。我要给我家人和朋友一个交代。 也要给我自己一个交代。人不能选择自己活在哪里，但可以选择怎么活。你们新的一代人已经长成了，就像这花，一枯，总有一荣。你得让它继续盛放下去。